来来来，都把笔放下吧，在后门看你们半天了，也没看你们有多用功。这家伙我一进来，你们开始学人习了，装的像个人似的，那是给我学呢。不当演员你们都白瞎了。最近啊，有人跑我这旮旯告状来了，还不止一个呢，说咱班有人给起外号啊，那家伙五花八门的，什么三胖子呀、小飞侠呀，这玩意儿根据个人性格我也都能理解。那一夜十三郎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妈，笑啥呀？还笑呢？好听啊那玩意儿啊！你说你们一个个吊儿郎当的，他妈正经事儿干不了，净扯那些驴马烂子的啊！啊，那贾存姓贾就叫贾鱼啊，那陶鑫就叫陶大粪呢、啊。你们能不能有点创意啊？还有那个女生啊，跑我这嘎子哭的大鼻子大瞎的啊，说有人管她叫胖猪啊，这个我必须点名批评了啊！金天觉，总不能人家长得像啥你就叫啥吧？啊，你瞅你炮轰的脑袋，你还梳个雷劈的缝啊？人家管你叫什么烧火棍的，你乐意啊？自己长得像什么豆薯子，再管别人叫酱筷子呢？还有啊，你们咋那么膈应人呢？互相起外号，能不能别把我带上呢？把我带上也就算了啊，那二班班主任招你们惹你们了啊？还管我叫灭绝，管人家叫张三丰，这咋的？你们是金毛狮王谢逊呢？那有把刀不够你们嘚瑟的了？还有啊，我再发现你们谁给谁他妈互相起外号了啊，我他妈一天见给你怼家去。行了，还有那个金建军啊，你给那个胖不是你给那个谁啊道个歉。好了，放学。王强，你是不是玩手机了？哎呦，老师，错，再也不得了，再也不得了。拿来我看看。老师啊，我关注查二中微博呢。啊，还关注查二中微信了，整的还挺全乎了。赶紧给我收起来。